好，我们先来到这个英雄联盟激斗峡谷，进来先点个赞，追踪。好，他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春季激斗争霸赛，知道吗？那等一下我们要玩的新英雄差雅，就是这一只，他是 ADC， 等一下玩给你们看。然后等一下会介绍这个激斗峡谷的活动给你们。春季激斗峡谷争霸赛限时报名中，奖金池高达24万啊！快点找大家一起去，好友一起去这个峡谷战场，与各路精英一决高下。赛事时间2月20到21号，线上赛小组预赛，在家打就好。如果你实力坚强，打进四强，2月27啊，冠军奖金光一个手游冠军哦，就12万，亚军6万，季军各3万，对，还不错。线下赛这一次是在高雄电竞馆啊 ，TESL 高雄这个令雅区海边路15号第5栋。那这个报名网址跟办法都在这里，如果想要报名的话，先去这个 Penet Night 啊网站注册账号，绑定游戏 ID 就可以报。还有更多的赛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玩的英雄啊，霸雅，来啊 ，OK。然后这个活动新春喜寿，点进去，稍微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活动，一样是解任务。其实它很多东西，它很多活动都是免费送的。这个激斗峡谷，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是今天要玩新英雄霸雅，大家看，新英雄霸雅，他是射手，玩一下。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啊。霸雅释放技能后，接下来3次普攻都有穿透性，这个伤害路径上所有敌人，好，还可以留下雨刃，它可以同时储存5发。然后他这只英雄比较有一个特殊的点，他跟瑞空这一只辅助，如果两个一起走的话，两个人在发动这个吟唱结束同步。哦，两人会在发动者的吟唱结束同时同步回到重生。这只 AD 跟辅助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好，来啊，我们一样打一场，打一般就好，一般就够了。哎，我要选萨亚。I can never resist an invitation to dance。哎呦，我跟这个瑞空一起啊，萨亚，那你们想看个造型对不对？甜心还是银河？甜心，咱们来个甜心，完美。我这一次跟我们的瑞空伙伴超级小熊一起，他辅助漂亮，这把稳了。情侣这个 AD 跟辅助。来了，那点个长剑，走双人线。I'm going now. Where?Anywhere not here, that's where. I really hate anyone who's not me, or Rahat. 丢丢，没中。对面也是会走位的、哦。我们应该先赢一半的、啊。我们有造型。丢丢。啊！对面有点凶啊，小熊，超级小熊。我们伪个兵啊，伪个兵，伪个兵。这伪兵很重要。丢，拉回来近身，小熊，该来了，小熊，你有招吗？超级小熊，小熊，戳，漂亮啊，小熊，我们手杀，可以啊，小熊。来，定住，定身，来杀他，杀他，闪现低技能，点死他，治愈，要回来，嚯、哦，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，小熊，小熊，没事，哎，李信来了，小熊，有点糟糕，有点糟糕，给你一眼，走开，要保住，哎，牛。
哎，你很凶嘛？你很凶是吧？很凶，你很凶，你很凶啊！回家，跑个线。You know I love you. 安妮。What we have is greater than some human words. 想开我，定你。我们很凶。点点点，丢丢点，治愈点点，叫回来，拖丢他。可惜。干啥呢？啊，我们这个跑线有点太多了。跑有点深了。来，我们来猎杀这一只小松鼠，迪摩啊，迪摩，就这样把它点死了。我感觉这一只跟萨迦好像差不多性质啊，弄起来一直点点点点点点点，然后对面就挂了。然后它大招还可以保命，这也好像有点强。你们懂意思吗？会退吗？我觉得中，没中，可以打，我们很痛，绝对可以打，我们位置站好是可以打的。安妮，小心。How do you like me today? More than yesterday, less than tomorrow. 点点点，治愈点，杀了一个。哎呦，你这个有点东西哦。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点。解控，点点点点 ，nice，double kill， 小熊我爱你啊！闪现，点点，你也开大，我也开大，我们的位置有点嚣张，但是我们可以吸血。点死迪摩，点死，吸血，安妮也被我们点死，就是这么暴力，各位，点点点，这就是差呀，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点点点点点点点，结束的吗？可以结束？没有结束，没事，结束了，直接点打。Nice， 太阳，哎，还蛮猛的哎，这我觉得还蛮猛的，可以练一下。MVP， 各位，那我觉得 MVP 还是要给这一只小熊。